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 1.6.4 模组生存实况第107集啊。算了，不要播 CD 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唱片机放在这边，然后就是自动唱片机，说是自动，它其实就只是可以用红色讯号来控制啦，然后它也可以录唱片，对，当作个装饰品。然后呢，我们上一集完成了这个 UU Matter 的制造系统哦，所以说呢，我放了一个鹅卵石进去，想说，哎，鹅卵石这么便宜，还需要扫描干嘛啊？我想说没关系嘛，反正呢，它在这个版本当中，就是我们 1.6.4 版本当中，能够扫描的东西其实很少，非常非常少。就算是原版 Minecraft， 它绝大部分东西也是扫描不出来的，它只有极少数东西可以扫描出来。所以说只要 4MB， 所以我们只要按下这个 Save， 它就会自动跑到旁边的 Pattern Storage 就好了。所以我现在扫描这么久才得到14个配方，没有，应该是15个配方，这零不算。所以说呢，现在有一些感觉大部分的配方都进来了吧，比较实用就只有几个，有一些不太实用。什么东西不太实用？就是铁矿物类的东西，它需要的这个又太多了，然后制造时间就会拖很久。那如果是大量需求铁的话，会缓不济急。所以我现在来做的就是这个地狱石英啦，因为地狱石英它可以做很快，大概几秒钟就可以做一个，然后再加上这个用量不是很大。哦，地狱石英的用量虽然没有很大，不过呢，就是三不五时突然要用的话，不够，就还要再跑去地狱挖。所以说这个有固定在生产的话，应该不错。所以说我现在就决定来用一个 importer， 呀，这样就可以自动把它这个制造好的东西来 import 到我们的系统了。不过呢，我要把这个线就敲掉，我们要用个电线接上来。然后用个 facade， 再用这个 importer， 所以说它现在就 import 进来了，应该速度很快吧？我们可以再让它更快一点，因为如果比如说我要做泥土啊、玻璃这种很省的，我先按 single run 好了。比如说像玻璃 clay 不晓得多少，clay 的话电量很少，可是 UU matter 还是需要一些。然后比如说来这个玻璃好了，其实我们玻璃常常都会需要用到。对，重点是它沙子跟玻璃都可以制造。你看这玻璃就够快了，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懒得烧沙子就可以用这个快速生产了，虽然感觉挺浪费电的，不过还好，因为我现在摆了第二台 MFSU， 这一台的用意就是有更多的预存电的效果啦，因为这个高太阳能它发电量虽然很高，但是这个只有白天才能发电嘛。晚上的时候如果来不及去睡觉的话，它就会开始损失流失它的电。这时候第二台 MFSU 应该就至少两台啦，希望可以撑过一个晚上。如果能够撑过一个晚上的话，它白天之后它很快又会蓄电，这样我应该就不用一直跑去睡觉了所以说这个能扫描的东西我大概都扫描完了，接下来还能扫描的可能就是铜矿、锡矿那些 IC2 本身就有的矿物，可是那些其实都不缺，现在最缺的是铁。为什么铁用那么凶？因为我们做太阳能发电机。可以看到现在旁边这些铜还好啦，然后红石其实也很好挖，但是铁的话却用很凶。我光是做一台高压太阳能就几乎用掉我所有的铁啦，所以说这个我挖矿机会让它一直开。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超级挖矿机有一点点小 bug， 所以我做了一个修正，就是加了一个 turtle 乌龟来这个定时的抽出这个石头，再放入这个石头。就是其实如果我改用无限红石就可以了啦，只是呢，我还是故意用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措施，就是用这个 turtle， 就算这个石头。石砖一直放在里面，或者任何东西放里面，照理讲它会一直吹动我们的挖矿机往前，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它可能 chunk loader 移动过后，它的红石控制会暂时的冻结，就算它冻结时间很短，可能只有短短零点几秒钟，但还是会造成挖矿机停下来。对，那我常常都要把红这个石砖拿出来再放进去，它才会复动。所以说呢，我就干脆用个 turtle， 它每隔一分钟的时间呢，就会把石砖拿出来再放回去一次。
不过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红石开关，就是它会侦测当有红石讯号从上方传来之后，它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写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陋的程式码。哎，然后我还是急救章跑去学一下，一个小回圈。对，就是 while true do end 就是一个回圈。然后呢，如果呢这个 RS 就是 rest don 的意思，如果 get input 就是它侦测，就是 get 一个值侦测这个 input， 这 input 什么就是红石讯号嘛。所以说红石讯号这个侦测是哪里呢？从上面。所以说我就锁定要侦测上面。那这个地方如果回传的值是 true 的话，因为如果你直接就是执行这个程式码，它会得到一个 true 或 false 的布林值。所以说如果这个回传的是一个 true 的话呢，那就会做下面这些事情。如果是 false 的话呢，那就不会做下面这件事情，就会直接跳过 if。 所以说如果是 true 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有拉拉杆，有拉拉杆的话呢，那就是 suck down。 suck down suck 的意思就是拿，它会从下面 suck down， 就是从下面拿东西，拿到哪里呢？就从拿到这边来。然后呢 sleep one 就是暂停一秒钟，休息一秒钟之后，再把这个拿到的东西就是石砖 drop down， drop 就是丢或者是放，就是放到下面的空间，就是这个箱子。所以它就会把又会把石砖丢回去。然后呢暂停60秒钟，60秒钟之后呢结束这个 if， 然后再休息5秒钟。对，其实这个一开始我没有加这个休息5秒钟啊，只是我发现可能就是有时候回圈不知道怎样，就是进行太快，它会出现错误讯息，就是告诉你说哦，它太久没有接收到更新指令干嘛的。所以我就加这个之后呢发现哎正常了。对，所以就是再休息5秒钟之后再结束这个回圈，执行下一次回圈。所以它这个 while true do end 它会周而复始的不断执行，一直执行到它关机为止。对，然后我目前是没有设定开机执行啊呀，所以说我们可以 init。如果你想要设定开机执行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 startup start up 呀 ，start up 就是当 turtle 开机的时候会自动执行的一个程式嘛。如果是空的话，就代表 turtle 它不会执行任何动作。那这时候我其实这个之前传送文那个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就 show da run 等等等，然后呢要执行什么 minor shift 呀，然后 shift， 然后 exit， 然后我们直接重开机，它就会执行那个程式了。然后把它拉杆往下拉，它就会，对，把石砖抽出来，然后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就会强制重新开机我们的挖矿机。不管我们的挖矿机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停下来，只要能够把石砖重新放入，它就一定会继续运作。你可以看我的挖矿机有在挖了，目前我就一直让它挖，现在累积了不少矿物在处理。对，至少有个方便手动开关啊，就不用一直这个石砖拿入拿出。然后你看这铁用量真的好凶哦，这个刚刚30几组铁已经快要被用光了。天哪，这个铁真的是用超凶的。还是说我们干脆就来做铁啊？哦，其实不需要做玻璃了，干嘛不做玻璃？我们来做铁好了。这个油总比没有好，所以我们让它一直做铁矿。呀，可以看到这个铁制造时间明显久很多。我还放了这个超频升级，但是我发现这个可能是2048 EU 的输出不够啦，所以如果当我放第二个超频升级，它这个 buffer 电就会迅速的吃干呀。所以除非我能够用更高的电压来输入，比如说让它升级成4096或8192的电压，它才足够来支撑吧呀。好啦，那我们今天有说过要来搞这个林业的下一部分，然后先睡个觉，不然晚上还是很讨厌。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种子油的设施啦，呀，所以说我们种子油的树看起来非常成功，然后用那个骨粉强制催生，但是我们的骨头还是非常的多，就代表我们的生怪塔的运作效率很高。呀，我的生怪塔已经丢在这边好几个月都没有管了吧。
然后种子有已经一个水塔快装满了，然后这边的平行处理应该还 OK， 但是用 AE 来算的话并不是百分之百平行处理、啊、它会倾向于放某几个，对，你看这边就塞了50几个，然后这边都是零，如果要平行处理的话可能要靠其他的物流管线吧，呀，不过那没关系，反正看起来它没有持续累积堆积，应该还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搞一下这个林业的养果汁的树哦。然后其实你要制造更多的果汁的话，其实有两种策略。噔噔噔噔噔，哇，好多蝴蝶，哇哦，瞬间变成蝴蝶的天堂了，有木有啊？哦，地板上的花好多呀。然后我可能要戴个眼镜啊，我们的眼镜在哪里？嘿，看起来还没有 crossbreed 杂交样子呀，因为有时候蝴蝶比如说它这边吃的花粉，对不对，它飞到这边如果碰触到的话就可能会帮它授粉，不过看起来这棵树完全没有授粉的迹象，好吧，只是我们蝴蝶真的好多哦，瞬间变蝴蝶天堂啦。还不错。那我刚刚讲的哦，果汁有两种策略，这是还蛮重要的策略。第一个策略就是利用，就是直接查 NEI 看哪一个果实的果汁最多，然后就种那棵树。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你种的那个果汁树啊，如果它是像是这个，或者是我们种子有这个，它会生成这种树叶方块，对不对？但是它会必须要等到这个树叶方块的果实成熟之后才可以采摘这个果实，然后榨成果汁呀、yeah。 欸、其实不止果汁树啊，之前我们的种子油树不行，种子油树不行。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讨论，就是你必须要等它成熟才可以采摘果实榨成果汁，对不对？但是有另外一个策略，就是用苹果树呀、yeah。因为苹果树的话，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可以不是用这种树叶方块的方式来成熟苹果，它是比如说像我们种那个 Apple Oak 好了，Apple Oak， 然后骨粉 Apple Oak， 我们来种在这边，随便种一颗，哒哒。但是你看，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树叶方块有没有？它没有那个果实的感觉。虽然说你还是可以撒骨粉啊，但是它的树叶方块就是当你打掉的时候会有几率性的掉苹果，而就不是像这样子，它会很明显结一个果实在那边让你采。苹果树的话就是，它你砍掉这棵树之后会有几率性掉苹果。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用那个杂交配种的方式，将这个可以产苹果水果的基因移植到比如说这种很大棵的树上面，有没有？它树叶方块因为很多，所以当你一次砍掉的话，它掉苹果的几率也会提高，然后那个苹果产生的几率也是可以用基因来控制。比如说呢，我们随便拿一棵树苗好啦，一样这个苹果树苗，我没有采，有呀，它有这个掉那个水果几率的基因啊，所以说如果那个掉的几率越好的话呢，你砍掉这么大一颗，不只是这个抽奖的次数变多，因为树叶方块很多，它每一个树叶方块掉苹果的几率会提高，所以就是两种策略，第一种策略就是种这种传统的这个水果树，第二种策略是把它基因改造成会结苹果的树，很大一棵，然后呢用快速刷树的方式，比如说生长灯啊，让它强迫长大，对不对？然后再快速砍掉赚苹果之后再种回去，再长大再砍掉，这样子的话来快速刷苹果，然后苹果的话它也可以榨成苹果汁。你看一下，噔噔噔，有0.2， 虽然不是最多的，但是因为它可以利用这种策略的方式，所以如果你这个苹果刷得够快，所累积的苹果汁也是很惊人的。哦，现在不是叫苹果汁，现在统一叫做水果汁。对，因为有其他的树种结的果实都可以榨成水果汁，所以通通改名叫做水果汁啊。
所以端看你要用哪一种策略都可以。对，那我个人目前是先来示范一下，就是这种结一颗数位方块果实的策略，就是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这个 juice 果汁。哦，就可以看到很多，包括 extra tree 啊，或者是林业 forest tree 啊，哦，目前都是 extra tree， 但有一些是 forest tree 东西。其实 extra tree 新增的东西还颇多的嘛。哦，还有 biomes or plenty， 哦，其他模组也可以榨成果汁啊。对，这应该是林业的资源。那这个灵王，对，就是林业自己了。然后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榨成果汁明显比较多的有哪些啊？像是这个 grapefruit。这个好像是柚子吧，柚子可以产生 0.5 桶，就是半桶。然后还有什么比较多的吗？这个 0.4， 这个 0.4 反而比较少。像是这个柠檬有 0.4 都没有很多，哎，这个有 0.6， 哎，是 papaya 好像是木瓜的意思吧。然后苹果刚好看到了，然后剩下就没有很多了。所以目前看起来最多就是 papaya 跟那个柚子，不过呢 papaya 在这个版本当中似乎有锁起来的样子，不晓得是刻意锁的吗，还是它没有开放，没有配方。你它是有 papaya 树、木瓜树，可是你种不出来，对，你挖不出来。所以目前看起来，你唯一能培养的最好的就是柚子树，所以说它是。Grapefruit， 然后是 pomelo 跟 orange 橘子嘛，然后 hill cherry 跟 lemon 柠檬树，然后柠檬树是 hill cherry 加 silver line， 所以看起来我们有一个基础的路线啊，就是要这个银白莱姆树跟这个 cherry， 然后要种出这个柠檬树，对不对？然后柠檬树再跟 hill cherry 变成这个 pomelo， 然后最后跟 orange， 那，橘子树的话是 pomelo， OK。然后这是 Mandarin， 还有这个 Pomelo 跟 Hill Cherry。好，所以应该还是那几种树。那我们就要准备来着手这个种这种树了。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应该就是把这些树通通砍倒。呀，用卡米的斧头好了，包括这两棵树也砍倒好了，我们重新种。哦，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千疮百孔了。照理讲，它应该会快速的树叶 decay 才对。呀，因为我们的卡米的斧头，它毕竟是 Thuncrad 的 Axe of Strength 升级上去嘛，所以说哇，果实超多，它应该也拥有这种树叶快速掉落的能力。哒哒，然后果实好多，可是我们没有要种这个，所以就算了。呀，然后还有好多木头，那再还有这边。还有这边，通通砍掉。然后我们的蜜蜂应该挂了吧？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成就跑出来。对，让我整理一下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就准备来着手培养我们的树喽。好的，我们回来啦。然后我刚刚又花了一点时间，哎，说一下就回来，可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种这个树啊。我发现这个果然这个柠檬树的几率偏低，它只有 5% 的几率，明显的低于其他的可能。我们刚刚这两棵树它非常的固执，完全不想产生柠檬树啊。就是我种出了很多其他的树种，像是这个 wild cherry， 还有这个 common walnut， 这两个几率很高。所以我们的柠檬树呢一直种不出来，所以说这个树被我挖的千疮百孔之后，那终于丢出一个柠檬树的树苗给我啦，哎，这次又得到第二个了，还不错。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柠檬树的树苗了，然后我刚刚已经看过配方了，基本上我们已经不需要这个 silver slime 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整个砍掉。然后因为这个已经被我挖的千疮百孔了，所以我决定呢也重种一颗好了。然后他刚刚实在花太多时间在种了，我本来还想说要不要干脆示范 extra tree 的一些道具啊，不过看起来他已经种出来给我了，所以说那个 extra tree 的道具以后再来玩，哎，通通下来，然后这个果实就可以丢进我们的主 AE 啦，然后是 common walnut， 然后这个柠檬树，这个都直接丢掉了，对，我已经把这个杂交就是。有点在接近种失败，那些树苗通通丢掉了。我们不需要那些，以后如果需要这个
让基因杂交配种化，我们可以从头开始，所以基本上你是不用依靠那些基因混杂的树苗了呀。然后，对，我需要一个全新的 Hill Cherry， 然后还有这个柠檬树。我们 Hill Cherry 再种下去，然后我们的柠檬树先种一棵，因为我不晓得它大小如何，感觉这个树好像很小棵哦。是，其实还好嘛，的确蛮小棵的，不过还 OK 啦。对，我们保留一个树苗，甚至我们现在就再打掉一个。对，如果真的很难拼出下一个树苗的话，我们起码有备案。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种的是，我看一下，那个叫做抛什么什么的呀，我们看一下柠檬树的下一个树种。就是 Pomelo 这个树种，然后 Pomelo 10% 感觉还 OK， Pomelo 再往下的话，哦，它是跟 Hill Cherry 就可以到这个 Mandarin， Mandarin 应该是这样念吧， Mandarin 呀，就是这个，然后 Mandarin 的话好像又是跟 Pomelo， 所以说接下来就是这两种树加上 Pomelo 三个互相混搭，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柚子树了。所以说有雷蒙树还没有，所以说我又花一点时间等它配种了。不过其实等它配种的过程当中，Common Walnut， 这就是我说的它会残留花粉，所以说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状况，这应该是混种的，所以会丢掉。在等待过程当中，我们干脆来示范一下 Extra Tree 有什么玩具好了。它有除了这是林业自己的研究道具嘛，然后 Extra Tree 有三个跟木材有关的玩意儿，就分别是这个 Lumber Mill， 还有这个 Wood Walker 跟 Panel Walker 呀，这个就有点像锯木机，然后其他两个的话是让你进行这个木材制造业，那叫什么？木雕吗？还是木头工艺类似的东西？所以说它的配方的话还算蛮便宜的，就是一些铁斧啊，还有这个机构，还有拿这个浸渍过的这个棍子拿去做成这个齿轮。我们需要1234567890。十个。然后呢需要一个铁斧，我们有没有现成斧头啊？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东西。来，然后哦，说到铁，我现在家里可能完全没有铁，非常的馋，所以我可能要先暂停我们高压太阳能的作业了。高压太阳能真的是有够吃铁，不过我猜会这么吃铁的原因是，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到底什么东西在吃铁。主要都是这个太阳能发电机嘛，所以说发电机本身需要铁，这个也是要需要铁。然后这个电线的话，这个剪裁的这个电线剪刀，还有这个要敲成板子的这个 hammer， 我都是直接靠铁来制造的，就是我省去了机器的作业，直接用铁，所以铁的消耗量蛮恐怖的。所以我先暂时先取消太阳能发电机，因为我目前好像还不缺电。对啊，你看现在第二个电池也是满的，所以证明说这个白天的时间应该足够让它充电了呀。然后我也把它切换成铁矿了，刚刚好像就已经切换了。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铁啊，我们的铁还在这边哦。当然也是处理速度可能会有问题啦，毕竟只有三台机器在运作，所以有可能会来不及处理。而且挖矿机一直开着的话，就源源不绝的矿进来。铁，我需要更多的铁。好吧，让它慢慢磨，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这些东西好了。刚刚那些 Extra Tree 三种机器。OK， 我把这里电线稍微从这个地方拉过来，我这边铺个泥土掩盖一下好了。好，所以说我们做出三台机器了。不过我后来发现，其实要完成这一套可能不止三台机器啊，所以说
这应该是不用电啦，不过我还是接了电线。然后这个加这个，还有这个，呀，比较麻烦是这个 lumber mill。呀，这个就是锯木机，它需要加水。然后呢，旁边这两个是 panel worker 跟这个 wood worker，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同的木头哦，这个木材啊，你可以自行设计自己木材的图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lumber mill， 它这个我们直接按 tab 提示 water tank， 所以它需要的是水。呀，所以我们需要水的话，要不要用这个 P2B 拉过来啊？有点懒得，这个本身就浮力，我猜它应该是水的那个 P2B 没有错。然后只要它没有那个的话，我直接做十个。然后如果水的 P2B 的话，我这边就要拉一条电线 ，cable，yes。好，假设这边要加水。然后，哎，我再花一点时间把这个电线给布好，不然的话这边有点枯燥。好，接上 P2B 之后呢，我们记忆卡给它 loading， 应该是水啊，有了水，马上进来了。好，所以说这个可以丢回去，不用了。然后呢，所以说有水有能量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放入木头。然后木头的话，不晓得橡木行不行，应该也是可以吧。可是我们既然它是给林业用的这个锯木机，那我当然要放入一些林业的树种，像是这个 cherry。 我们先放上这个橡木好了，哎，可以，咻咻咻咻咻，然后就产生了这个木材。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它每一个木头可以锯出六个木材，就是量比较多，然后你可以得到一些这个木屑。那木屑可以干什么的话不晓得，它好像可以跟thermal expansion 的木屑进行通用吧，好像有时候可以，或者是跟其他模组木屑通用，不过它主要就是可以做这个纸啊，不过它做纸的方式会比较麻烦一点，对，用其他模组木屑做纸还比较方便。然后再来是这个 bark， 这个 bark 可以干嘛？哦，可以做成 mulch， 所以它也可以做成类似这个天然肥料的一种东西呀。不过最主要就是要锯出这个林业的木材，噔噔噔啊！当然啦，你要直接分解也是可以，只是可以用这个可以锯出比较多的木材。好，再来呢就是重点啦 ，wood worker， 那么把这个放进去哦，然后再把不同木材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发现呢，你放入不同的木材，它就可以组合出不同的颜色跟造型。造型你可以从这边选，只是你放前放后，它的颜色也会产生反应。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颜色差别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有莱姆树 ，which wood， 但重点是它应该只支援原版的木头跟模组的木头吧？啊，不，跟这个林业自己的木头啦。这个其他模组木头也许可能不支援了，比如说 walnut， 来试试看这个好了，给它锯一点，咔嚓咔嚓。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搭配，哦，这样颜色就有比较大的变化，至少对比度高一点嘛。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可以选择非常多不同造型。那因为它的造型很多，所以说你透过林业不同的，包括 HR Tree 自己的木头木材进行前后搭配。跟这些不同的图案进行混搭的话，它可以组合出至少超过600万种的组合啊！对，因为就是 Extra Tree 本身的木材跟林业的木材，还有跟原版木材进行混搭，然后呢又可以赋予不同的图案。呀，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算是一种搭配，然后切过来又是另外一种组合，你可以组合出超过600万种不同的图案组合啊，非常非常多。对，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感觉有点麻烦，所以好像很少人在用林业的这一套东西来做装饰样子。然后另外麻烦的地方在于它还需要一个抛光木，它需要一个，我看一下哦，好像叫 polish 吧， wood polish， 它需要一个木头抛光或者抛光木，那它是要用这个蜂蜡我们有很多了，可是它需要一个这个Turpentine， 好吧 ，Turpentine，T
听说翻译叫做松节油或者是松脂的一种。那它是怎么得到的呢？是用这个 resin 好像是树脂的一种，拿去蒸馏会变成松脂。那树脂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木材去 squeezer， 但是不是所有的木材都行，它有限定，好像就是某一种特定物种的树木的木干才可以萃取出这个树脂。那这边看起来的话，就是跟杉木有关的树种就可以这个磨出这个树脂啊。所以我们要来试试看吗？可以啊，不过我决定把这个部分保留到下一集好了，因为后面还有这台机器可以讲。其实就是把它改成木板啊，有点像木片的感觉。然后除了这两机器之外，还有一个 Ham 特殊的锤子可以改变它的方向之类的。这个因为这集花了一点时间在前面部分，这个干脆独立出来下一集再讲好了。我们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先拼出我们要的那个水果汁，这不是我们要的那个水果树，这也不是，这是柠檬树。这边看看有没有，哇，这边好多都转变了。我们要的是 pollen， 所以看起来 no， 什么都没有。10% 的几率好像也没有说很高哈，看起来大部分都没有成功。然后我的木棍好像快断了。不过没关系，因为我把它跟这个 Ars Magica 的自动修复台做结合了，所以它应该会抽去修复完之后呢再丢回来呀。这边也没有中，所以说我们等我一下，我把有了中了。这个树苗也太像吧，你看这个是柠檬，这个是 Pomelo， 根本一模一样。把这个不重要的这个丢进去好了，回收，我刚刚不小心丢掉了，那个好像有用，不过没关系，这个柠檬丢进去 ，Hill Cherry 这个也不用。来，所以说接下来的话，柠檬还用不用到啊？我们来看一下 Pomelo， 它是要跟 Hill Cherry， 然后 Pomelo 的话也是要跟柠檬，不用，这个不用，它是要跟 Hill Cherry 跟 Mandarin 橘子。Mandarin， 然后，所以 Man Orange 的话要再跟 Pomelo， 所以这个柠檬树已经不需要了。我们需要保留的是 Hill Cherry。哦，还没有鉴定一下，这个的话也是一乘一，所以应该只要一个就好了。Pomelo。然后 Hill Cherry 保留好了，然后我们的骨粉，哒哒，哎呦，比柠檬树稍微大一点，这样子应该中奖的几率会比较多吧？这个就可以丢掉了，这个花也不用。哦，这木屑这些丢回去，这个木头不如我们下一集再讲，因为我们也可以花下一集一整集的时间来搞。做抛光木的作业，因为抛光木刚刚各位看到配方了，不是很好用，所以再让我花一点时间，看我们直接跳到我种出想要那个树苗的结果吧。哦吼吼，我们种出来啦 ，grapefruit 柚子树啊！哇，这一棵树花了我好久的时间种植啊，这个比种子油的那棵树还要难多了。不过呢，这棵树种可以支援好多种不同的果实哦。你看，它也可以种苹果干嘛的？不过我印象中这一棵树非常的小，是一个 everyday。来试试看，把它种出来，然后刷一点树苗。呀，就长这个样子，大概跟一个橡木差不多吧。所以说呢，的确它也是跟其他树一样，我们这样子撒一撒骨粉之后，它应该会，看起来也是几率性掉水果。因为不同的树种，它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100%掉水果，所以说看起来这棵树掉水果的几率颇低了。掉了一棵柚子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树苗，呀，这个产生果实几率是最低的哦。所以如果这种这么低的情况下，不晓得摘果实的农场林场能不能支援啊？不过我们可以试试看。我先把这个磁铁放着，我们可以回去来扩建我们的林场。
哦，我的铁，24组啦，花了一点时间储存到24组。不过如果这个太阳能发电机再开下去，大概一下又吃光了吧，它实在是吃的太快啦。好，所以说既然它这么小颗的话，这边有没有足够空间可以多种一些啊？感觉好像没有呢。刚刚看了它竟然跟橡木一样差不多大的话，就是一个5×5的大小吧。所以说我们要来示意一下的话，它大概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它树不要打架的话，我们最好这样子种，然后中心点在这边，所以我们这棵柚子树种起来大概会占用这样大的范围，这样应该中间不会打架吧。然后呢，然后尽量不要打架的话，这边再接一个呀，这样的话这边也可以种一颗，就是这边种一颗，这边也种一颗，或者是移到这样子来好，这样子应该就不会打架。然后呢，这边会种到这边来，然后呢，我们这边也一样种个这个一颗好了，比如说1、2、3，一二三，种在这边。这样各位看得懂吗？像我在这边鬼画符，然后比如说我这边在种，这样会种一颗嘛？然后这边也种一颗，这样的话这边也会塞了一棵树。啊，这边还塞得下吗？哎，这边就塞不下了。不过刚刚好会贴着这棵种子油树，所以差不多感觉是这样子哦。各位看一下，这样子 O 不 OK？ 水果树，然后这边的水果树，这边也是水果树，这样种四颗，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塞。看一下哦，这颗是不用，这边没有，所以感觉这边还可以再塞一颗的样子呀，这边再塞一颗，所以说1、2、3、4、5，五颗水果树，1、2、3、4、5，那好吧，先这样子好了。所以说把这边石砖给挖掉。好的，那我们种出了这五棵的柚子树，没想到柚子树这么矮。之后呢，我打算这个地方再放一个 fertilizer 施肥机，然后呢，我们一样借助这个 AE 系统的力量来自动合成这个骨粉啊。这样子应该很快就会进来了，然后再来旁边再放个特斯拉，感觉特斯拉好像不用钱一样。来，然后这个就这样子，然后接收能量，然后第一个讯号，啊呢应该就可以开始运作吧。然后一样把它升级到最大，理论上这五颗柚子树应该都可以包含在其中。接下来就是静观其变，看看说。哎呦，我马上就有反应了，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收到柚子。这个因为他感觉收到果实的几率比较低呢，明显比较低，所以说即使用这个摘果实机好像也不一定能够产生比较高的几率哦。我们该观察一下现在系统当中有多少的 GRAP 有一颗了，这样子一颗是刚刚采到的吗？应该是吧，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机遇还好，那就是积沙成打，积少成多。如果我们真的有很大的需要，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加一层两层，再加第二层 fertilizer 就可以了吧，因为这一层它们高度完全一模一样，对不对？那如果还是不够，果汁还想要再更多的话，我们就像这一集一开始有说到那个方法，用另外一个策略，苹果树策略。因为苹果树的话，它就不是这种外表像有个结果实树叶方块啊，它就是纯粹算几率型的。那几率型的话，你就可以把苹果的基因改造到一些很大棵的树，包括它掉果实几率可能属于比较高的类型，这样的话你可以赚到很多的苹果，这样子总 total 榨到的果汁搞不好还比较多。好啦，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下一集我们来先讲一些 extra tree 的木材，这个木匠或者是木头工艺。总而言之，下一集来聊聊看这个吧。然后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种出这个特殊版苹果树，看能不能赚到更多果汁。然后我们也要同步的来把这些水果榨成果汁储存起来，然后还要盖很多很多很多发酵机跟蒸馏塔，才能把它发酵成这个我们的生殖燃油，也就是酒精，最后就可以取代我们的石油啦。虽然说我们现在石油已经无限了，但是还是可以试试看。那今天到这边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再见，各位，拜拜。